好，我是 Colin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葱包猪肉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呢？其实葱包猪肉啊，算是热炒店里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道菜。那这道菜呢，其实是要用大火比较高的温度去烹调它，那你吃起来整个料理的口感才会比较好。比如说你的火如果太小的话，经过长时间的炒，你猪肉可能会比较干硬一点点。那像是洋葱跟青葱的部分啊，如果你火太小，炒最后炒起来啊，你的口感也没有那么的酥脆，所以在炒的过程中，千万记得就是一直让它持续这个大火最高温的状态去炒制它，那你最后料理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看吧。那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其实整道菜都用很大的火去烹煮它，所以我的猪肉吃起来呢还是非常的水嫩 Q 弹的。那我的青葱跟洋葱的部分还是保持着那个非常爽脆的口感。那在家里做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注意这几个细节的地方，那你也可以炒出跟热炒店一样的葱包猪肉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料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